主料经常于一条，辅料油、盐、葱、姜、蒜、豉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经常于洗好。切葱姜蒜经常于装盘，撒葱姜蒜，开水上锅蒸10分钟出锅。浇豉油，烹饪技巧，清蒸鱼刚好10分钟即可，时间长肉不鲜嫩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